谢。马桶重新打的玻璃胶不能用。哦，赏金猎人，来一把上单重右星石破败赵信，贼猛！破败能配合赵信 Q， 瞬间打出被动，然后让人一个技能秒了。就赵信那玩意儿呢，进场就出不来的东西，还星石破败呢。你得进去能出得来，多脆呀！可以出，怎么出啊？打把鳄鱼，这鳄鱼没带防御天赋，先让他走到这个位置，我们再打他啊！我们是征服者，他是强攻，一级打不过我们。并且我们还有个点炎，哎一下，他可能要 Q 兵，他要 Q 兵加 Q 人就让他 Q 没关系，我们直接上当，假装上当，其实干他一波，都让小兵打一打，要不我这药白吃了。这小子居然不吃药，我没想到。等小兵最后一下啊，再 A， 每个都等最后一下，一 A。再 A， 别让他吃兵，我们控线，这把可以可血战斧。你呀，你是一个兵你也别吃，我跟你说，现在他是俩兵，我们就控着。看也来，我们插眼也没用，这英雄不从眼上来，不插了。来，我们就干。这波兵应该进不了塔。哎，还在这里。Q 一下，一 A， 再 A， 凯隐可以打跟他，没关系。我们先杀凯隐啊！点炎接 Q， 闪现 A， 凯隐死，鳄鱼死。我这么多兵，你俩跟我打。其实我失误了，我不应该放E的。不过鳄鱼一样还是要死，没关系。Q 死，我应该等他闪再交E，这是一个小瑕疵啊。这么多兵，俩人跟我打，鳄鱼还把技能给用了，那鳄鱼还没技能。送 buff 简直是。看看这把要不要出个鞭，想一想啊，出个鞭，这把铁刺鞭，给他来一个闪电五连鞭。兄弟，不会吧？哎，这凯隐为啥双 buff 没了还有个红啊？瞎子也没死，你红让他抢了。哦，不对，他先打的我们家的红，再回头打他们家的红。瞎子没有红啊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这波凯隐可能要进我野区啊，可能要进我们野区，可能已经来了。啊！俺老孙正等着呢。Q 一下 ，EA W 平 A 铁刺鞭 ，A 接双 Q。这鳄鱼怎么回事？死了，正好卡一下小兵啊。B 一下小兵，接个 Q。此地不宜久留。卡一下小兵，别让小兵进塔。是不是以为他死不了？哎，这不行，编一下。叫做不打不相识，
下波我们升级，他来又得死，我们六了。编一下吧，编一下。那鱼出来了，他十个刀，这波塔下我要杀他，无论我能不能换得掉他我都要杀他，我不能，我不可能让他吃得了这波兵，我不可能。兵线没进塔啊，就卡这儿，就卡这儿，我们还能耗他，他还想上来吃兵，先 Q 一下 ，EA， 看看他能不能把那晕给放了，吃不吃兵？他把 Q 给放了，我先拆塔，看他打不打我们，如果他不放晕，我杀不了。好。WAQER 点燃铁字鞭，鳄鱼！哎呀，可恶的鳄鱼！哎呀，这鳄鱼！这边让他跑了，没抠出来，最后一个抠。失败了。一下回到了解放前，解放之前啥样，现在就啥样。让他收了我们600块，还吃到了一波小兵，稍微让他缓了一波吧。稍微给他缓了一小波，好，这一波凯隐要来，在这等他。哎，这人什么意思啊？他要先升个级。哎，进我们家野区，别急啊。他E没有了，看看他要上哪去。多亏我给这瞎子红打了，不行了，这波不能再去了，这波再去。别人吃不到了，我没有时间了。没事，他不打拉倒。看看凯隐要不要报复我们一波，如果他敢来这波我们再拿个双杀。第一，我的兵线在塔里边，他不好抓我。第二，他俩打不过我，我马上有大。喂，找谁？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哎，好。哦，去修炼个几年，魔兽世界。眼人呢？消失了，消失了。鳄鱼已经是消失了，兄弟，别管他，我们一个一个补。哎，我们也不推。这鳄鱼什么意思呢？你叫上你的兄弟来呀！先打他一波。把凯隐叫过来，俩人一块儿不就能打过了吗？凯隐啥天来呀？我跟你们说，这鳄鱼只要敢他敢往前走，他必定是旁边是有人。他就补了22个兵，他就不补了。这人，我这波还要越塔杀他。为什么中塔没了？
哎，这亚索有点肥了。你俩守个二塔应该没啥问题吧？中塔一旦没了就不好办了，下路就会遭到威胁，你知道吧？上路也会遭到威胁，有可能他们三个人过来我打不过。抽一下，A Q E 转起来，铁刺鞭 W 一手，不着急，闪现出 R 转起来，一死。这鳄鱼是真是，哎呀，真是够肉，哎呀，我天，真是难杀。晕小兵不杀他。走了，我咳血战斧了，再来个铁板鞋，常见。我们这把出小反甲。咳血战斧、死亡之舞、反甲、九头蛇加一个，随便来一个，蟹手、黑切都可以。带俺问问土地老儿。最近加班有点多呀，明天不播了，歇息歇息，拔个牙，其实也不算歇息吧，我得去把牙拔了。这牙锁一看呢，就是没死过呀，我这一看呢 ，A 接 W， 别着急，先走啊，因为我们走位吹不到，先踢，先抠牙锁一 A。再 A A 亚索 A 接一个 Q 可血战斧平 A 转起来 A 接 Q 先杀一个再转 W 一手吃个药一这个蛤蟆你倒帮我，哎呀，你帮我扛一下这蛤蟆也行啊兄弟，这家伙。早点用战斧，早点用战斧干啥呀？早点用战斧，血回的少。主要还是我大招太慢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大招好的再快点就好了，好的慢了。给个红，小老弟。上大粪呢？来来来来来。中路可以打，等一下安妮儿啊 ，A Q 可血战斧平 A， 平 A 晕我没关系 ，A Q 一 A 再 A 亚索也得死，杀亚索来 ，A 死了，你们又让鸡给杀了再，我帮你把他中塔推了。俺俩把中塔推了，快！呀，凯隐，四、三、二，这凯隐能杀啊！一 A Q 点炎转起来，咳血战斧死了，再转，他必须得快点出来。他不快点出来，我就两个 R， 直接把他血死。这是个蓝凯，这还不是个红凯，蓝凯好啊。A 咳血战斧，抠一下亚索平 A， 再 A 安妮有大 E A W A Q 先杀亚索啊！你这爷爷子的，我咳血战斧，
回家死亡之舞，不打了啊！我这不打了，停停，这波。这蛤子是哪来的？这人呢？这不像个人呢。哎，这凯隐下路啊，收兵去了。那还好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找到这亚索出来了。一 W 转起来 Q， 哎呀 Q 小兵了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可惜啊，战士随便吧，你过来你也得死，你还真就打不过我兄弟。一 A Q 呀，呢与 A 和血战斧，我们现在是35%减伤，你跟我打没事，我很幼。3 2 1 AQ 可血战斧，杀完快走，没事，我有加速，跟我走来，这卢锡安能杀，回头杀 ，nice 兄弟，你怎么打波 Q 了？摸一下死一个，把红打了吧。哎，下路可以杀，安妮儿去了，不去了。收一下。韩老孙正等着呢。应该有蓝吧？打个蓝去，我们打个蓝 buff。呀，没蓝。没蓝，这不好办呢。如果现在我们想无敌，先出一个小反角；如果不想无敌，想打人疼一点，那就直接出九头蛇。反角搁哪呢？呀，这谁呀？这是？来打我 ！Q R 转起来，三个人可血战斧 ，Q R 转起来再 E A 接 Q。再 A 再 A 再 A， 闪现平 A 接个 Q， 你还跑往哪跑？三个人站一块堆儿跟我打，哎才好呢。对，2950不够钱。稳一点，先来一个大反甲，再整个吸血，打不动了，无敌了，给个红吧，兄弟。我这死亡之舞太克他们家这 AD 的阵容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有35%的减伤，投降了，兄弟们，谢谢牵手幸福的办卡。